和上次一样，上次说是要剪微风碎盖嘛，嗯，然后刘海有点短，这次想变留长了，看能不能刘海，嗯，对，但其实这次刘海其实好像留的太长，而且你留那种微风碎盖的话，前面刘海的话，你到时候分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少分一点，但你前面这块量其实是有点少的。再有，你看你脖子特别长，我的建议还是留点后面稍微留长一点，就是留碎盖的话不要做的太短了，后面留个小狼尾会好一点。如果说留的过于短，会显得你脖子太长了啊。显的话还是偏中性那种狼尾的感觉来一点啊。开始吧。